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场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，我们看到红方选手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飞王鹏飞，蓝方选手是泰国的蓝博。我们这次走进伦敦拳馆呢，共有十场比赛，有五场是自由搏击规则的，有五场是泰拳规则的，分两期节目播出。洪阳老师还记不记得我们这期节目咱们中方胜了几场？好像只胜了一场，就获胜一场。是。所以王鹏飞要加油了。王鹏飞还是很有实力的一个选手啊，大家非常熟悉了。其实我还是蛮喜欢他这种风格的。他打比赛我还是就是挺放心的那种。但是今天碰到这个兰博，这个来头可不小啊，他是这个现役的伦敦拳场的冠军金腰带获得者。而且他有着浓厚的军方背景，是一名军人。所以说我们一说的军人，体能肯定是就是非常好的哈，就没问题。而技战术也很出色，是特别擅长把握时机去击倒对手，是。而且他的比赛哈，就是兰博的比赛，深受泰国拳迷的喜爱。他的比赛一些经典的比赛的视频的点击量相当的高，高达数十万的这样的一个点击量。有实力有流量的一位泰拳手。对，所以王鹏飞今天是碰到了一位这个，我觉得是比较难啃的硬骨头吧。是。王鹏飞是我们武林风65公斤级的世界冠军。其实他在武林风打比赛的时间可不短了。是。就一直缺少一条金腰带，后来拿到这个金腰带之后，就觉得自信心提升了不少。就像洪阳老师刚刚讲的，王鹏飞一直打比赛，可能跟他性格也有关系，就我们非常放心，你不会觉得他会有什么，就是有些运动员你会担心，哎呀，体能不行，或者是有些运动员会担心冲得太猛或者怎么样，他还是能够做到心中有数的，是很稳的。虽然很年轻，但是比赛经验已经很丰富了。对。也很浪，是一位有韧劲的啊，有这种毅力的选手。其实两位选手都是能够善于把握机会的这样的选手。好，是否机会来了？刚才有谁能够先把握住机会？对，先找到对手的空档。对，就我也听那个很多优秀的运动员讲过，就是高手之间的对决，其实实力上我觉得都差的就差不多、就关键看谁先犯错误，是这样。对，所以说两个人看起来都很保守，因为双方都能够很好的把握每一次机会，所以说谁先犯错误了，谁就对击对方，抓住这次机会。好，所以看他们这个第一回合的比赛还是相对来讲比较紧张的哈。是。是有什么状况了吗？好像腹部被膝撞了一下。我们看看是什么？你看这个蓝方蓝博也在观察着我们这个红方，看看发生了什么情况？我们看一下红方。这是踢了一下啊，一个扫踢。沈王鹏飞是王鹏飞受伤了，应该是弃权三年第一次比赛是没有打完，就是一般都是我把别人 Q， 这次是我这个因伤弃权。怎么说啊，就是很遗憾。在哪儿？在一个床上，在那三个床，我现在不去，你去拿一下。什么事儿？这事儿就